量暴雪嘉年华这么大的电玩盛会，他们当然是不会缺席啦。所以呢，这次有台湾的电玩高手代表台湾参加了《魔兽世界》以及《星海争霸二》的比赛，到底他们的成绩怎么样呢？我们就继续来看看吧。台湾之光再度扬威国际，在本届的2011 BattleNet 全球邀请赛，有台湾虫王之称的电竞高手台湾虫王线杨家正，在全球高手环伺的激烈竞争中，击败所有的西方强敌猛将，一路过关晋级至前四强，可惜最后败在韩国强敌 INMVP， 止步总冠军赛门外，但也拿下第三名以及$10,000的奖金，成为台湾选手在星海争霸二项目中的史上最佳成绩。Sen 于败部赛击败 Select 后，迎战欧洲神帝纳尼瓦，以2-1获胜晋级三强后，Sen 首战遇到韩国强敌 INMVP， 可惜以0-2落败，但仍代表台湾登上星海争霸二最高殿堂，又是一个台湾之光，值得为他庆贺哦。